请两位自我介绍一下。나삼배찬호蒙古族土安民族什么马清巴特人。你好，我们就称呼他为巴特。在第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收到了这位巴特先生发来的挑战申请，而他要挑战的就是曾在节目中播出的肯尼亚马赛族人千里眼丹尼尔兄弟。接到挑战申请后，节目组立刻前往蒙古共和国对巴特先生进行测试。一开始我们就把巴特先生的测试定在了15米这个惊人的距离上，因为丹尼尔兄弟创造的最高纪录就是15米的成绩，相当于6.0的视力。只有达到了这一标准，巴特先生才能通过我们的考验。巴特先生顺利通过了我们的考验，但是在测试的过程中，我们却捕捉到了一个惊人的细节。坐在巴特先生身后并且距离更远的妻子下意识地指出了全部答案。这个意外的发现让我们对夫妻二人的视力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此时节目组临时决定让巴特先生的妻子也参加测试，如果他也可以通过测试，我们将带领他们夫妻一同前往北京。最终两个人都通过了我们的测试，这对来自草原的鹰眼侠侣能否在北京继续他们的千里眼传奇呢？物理吉马，您原来就是高手背后的高手。你看他们之间的通讯隔着10几公里，都不用什么电话呀，什么无线电不用，就打个手势就行，就是回家。然后那边问晚上吃什么，羊排。你来几个，然后这边2块。你是不是从来不看电视？不准不准咱那个好有在国中才给走。哦，那也很正常啊。你是不是从来不用手机？八个到八个人。他肯定不刷微信。他们没有WeChat。没有，应该没有。Message 是辅助。他们用。你自拍吗？自拍。啊？啊，好呢。也自拍。所以关于视力为什么这么好，稍后你们再来探究吧。我只想告诉你们，他们的视力真的是超长。所以我们究竟给他们设计的终极挑战是什么呢？这个挑战因为受到演播室距离的障碍，我们没有办法在室内完成，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特别适合他们视力发挥的地方，请看大屏幕。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挑战嘉宾小红鱼。我都觉得自己太可爱了。各位好，我是依依，穿成这样是为了配合我们今天的挑战者，从蒙古远道而来的巴特夫妇。据说他们现在已经在距离我分别是1公里和2公里的地方，但是我真的想问一句，他们真的有来吗？今天的挑战将在蔚蓝的海面上展开，
岸边的挑战嘉宾依依将做出各种传统的武术动作，这些动作将被距离岸边1000米外的巴特先生做出模仿，并展示给同样距离他1000米外的妻子乌利吉玛。最终，乌利吉玛要判断出巴特先生的动作，并找到与之相应的旗帜，即为通过。他们夫妻二人双剑合璧，能否挑战成功呢？一般都说千里眼是否还要戴上顺风耳呢？开始啦！希望他们能听见吧。第一个动作，小红鱼变成了小红山。从我这个感觉哈、啊，看1公里之外的那个船，它就是一个白点儿，更别说那船上还有她老公了，就更不要讲那岸上还有一个依依了，那完全是看不到啊。挑战开始了，站在第一艘船上的巴特先生将进行第一次判断。嗨，我招招手，你说他们会不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呢？因为有这个晃动的感觉。他现在要把这个动作模仿给距离他1000米外的妻子，在摇晃的船上，他能准确地做出这个动作吗？咱们看一下巴特大哥做的是什么动作吧，您找出相应的旗子来。啊对，啊对，恭喜你答对了，耶、yeah! 他们居然完成了，我太不可思议了，因为这个时间点其实海上还有一点薄薄的雾，那现在这个太阳是越来越刺眼了，然后我要开始做第二个动作。接下来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目力的极限挑战才真正开始，有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等着你们。当当当当，小红鱼化身小青虫，没有想到导演组居然准备了一套迷彩服。迷彩服依靠自身反射的光波和周围环境反射的光波高度相似，达到隐蔽和伪装的目的。这套专门在城市背景使用的迷彩装，让穿着者的轮廓和背景融为一体。在1000米外观察，依依几乎是消失在了滩涂之上。那这一次我们的鹰眼侠侣能够挑战成功吗？最后一个动作，白鹤亮翅。迷彩服让挑战的难度陡然增高，在摄像机中，依依的身影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几乎消失在背景之中。1000米外的巴特先生眼前一花，眼前的依依仿佛人间蒸发。虽然拿着望远镜，但好像也已经有了千里眼的神奇功能。面对如此不可思议的挑战，鹰眼夫妻能否通过考验呢？现在海面的情况比较特殊，已经起浪了，观察条件非常恶劣，咱们的乌利大姐必须要做出选择了。最后一次选择对于他们鹰眼侠侣来说非常的关键，如果成功就通过挑战，如果失败
那整个任务算是失败。最后一次机会了，看得清楚吗？哎，他就那没这里你得搁得清，哎，你你搁那个这面信誓旦旦地指向了这一面，但这一面的动作究竟是不是对的？小撒，快给我们公布结果吧。最后一面旗帜，他的妻子是否找的是正确的呢？来，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将这面旗拿上来。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挑战者来打开这面旗。来，白鹤亮翅。哦，这就是中国武术当中的一个传统招式，白鹤亮翅。就凭借着这个动作，我要高兴地为两位宣布，你们的终极挑战成功了。耶、yeah! 欢迎人呐，白鹤亮翅，我教你们中文，这叫白鹤亮翅。拜好了，去。好，你们两个结婚多久了？25年之前，他多远看到他爱人呢？可是他邻居可能是十公里以外、啊、十公里以外还是需要视力啊。所以我在想，如果在我们的年度盛会上，巴特夫妇遇到了丹尼尔兄弟，对对对，精彩的，那会怎么样呢？精彩的，我觉得就冲这一点，我都要让你过。能，能。哎。我们邀请巴特和乌里吉玛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巴特夫妇的这次挑战再次刷新了